是泰国恐龙造型的饼干，然后其实我自己吃起来，它里面每一包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没有，你到泰国去一定要抢的是这种包装，但是因为进口出口到各个国家，所以你现在在大卖场里面买到的会是这样子的一大包。然后这里面想想一定会超爱，因为它里面的造型就是恐龙的造型。所以你可以看它里面有非常多包，然后它这里面有三种口味，有鲜虾的，有玉米的，然后还有海鲜的。鲜虾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吃起来其实就是有一点台版的那个满天星。哦，小孩超爱。现在台湾买得到了。对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因为那时候我去泰国的超市。我就手刀冲到那个饼干区了，然后全面的那个一推，大家都这样一车一车的运走。对，真的抢不过别人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我就说你可以给我一包吗？他们说不行。而且因为台湾很麻烦。对啊，现在就有。体积又大又怕压碎什么的，现在在台湾买直接都有，可以买得到。对啊，而且很可爱，体面。好好吃。同乐你带这个就很。而且我推为什么？它不咸。哎。对小朋友也很适合吃。很多那种chip很咸，它不咸。